没想到浪姐舞是韩雪的历劫记，不要在这边倚老卖老，好不好？这集浪姐舞，尚雯婕最害怕的是何洁，因为她过分鸡血热情。她是张开大嘴啊，跟我来一拥抱，然后我就懵，很害怕的躲在后面。嗯，我没跟她抱，我是真的不太习惯。这个心理压力对我很大。然而热情的何洁让韩雪最破防。演戏多年的韩雪在宿舍里自信坦白自己从不考虑转行。我不是考虑转行，我要考虑退休。那我兴趣爱好可多了，我觉得我不干这，我可以干好多事儿。我可不是说不是转行。结果何洁冷漠拍卖，没法聊，没法。人跟人，人和人是不相通的。对，哎，货比货得扔。不是，哎，你现在干的这个事儿，你也。而当韩雪自曝想演坏人时，何洁也不放过他。我很想演一个坑坏人，就很疯的坏人。你给我来一个，没人找我演。你现在演来一个，现在演。结果韩雪当场就发慌了。演员很怕这个的，而做惯演员导师的韩雪会特地教育周扬青，演戏也是这样的，遇强则强，要有好的对手，明白了。然而何洁一句话就让他当场破防。姐，你说这话虚不虚？我看你嘴角在颤。所以这算不算职场克星呢？